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绝对必须叫我们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新闻之声调频公布网八九点三做的播出。那我六月半初一十五啦吼，啊，我来讲啊，初一十五就是吃素啦吼，啊，清一下腹肚嘞吼，啊，卖吃粗啦吼，啊，这也是很好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吼，要讲起来讲吼，人嘞规工啦吼，啊，在咱这精气神内底，拢是爱为食物去调整啦吼，啊，伤大苦的，或者是讲吼，肥伤肥的吼，啊，来讲咱一寡吼。在工作需要每一个人所应有的吼，咱讲要吃落的这个营养，包括着咱的精气神呐、啊，然后多喝水、多走路了吼，啊少睡觉，安尼呢比较咱的精神呢较好了吼。记得说日子呢，因为咱讲吼，一个月嘛才一个初一嘛才一个十五了吼，啊所以讲初一十五。咱嘛讲要请花啦，敬个拜拜，伫咱厝内底吼，也是讲伫庙宇啦，拢同款有做者足简单诶吼、哦，咱讲初十五这种拜拜祭奠啦吼、哦，来咱请，即个真好听，每年定会解脱真经，邀请咱道亲做回来分享哦。那这部是一拜一甲拜六每一工啦吼，伫咱诶山顶。还是以电台来发声，但是有咱吼啊，洪正武师兄、大宇师兄，然后啊一挂孙呀、叔姐来吼，甲咱做转档，真的非常感恩。而且祝大家福慧圆满，那祝咱的好朋友吉祥平安。
今天呢，就是请吼咱的西洋母娘定慧解读真经，听这段你来静静啊，甲听，嘛是对面吼是咱母娘呢，后底咧甲咱说法，空中呢，和咱印心，然后同时呢，和咱的这个灵性吼，直接吼去甲接收，然后去甲接收呢。所以呢，咱母娘讲，多由心学。心驾相传，相日玉露，心存地前，真灵下判，身配临恩，灵神观告，敬达九天，所祈所愿，含蓄如言。也就是你讲吼，咱今日呢啊三张香啦吼，夹咧吼，啊咱呢去向着咱的三清道祖啦，玉皇大天尊啦，还是三观大帝。慈悲大地，咱所谓道教还是佛教，咱就讲儒道学，哦，咱的天地君亲师，啊，咱有这种的敬仰，加三层香气啊，去敬天地文殊啦吼。在今日呢，十五，咱讲金光新咒，平常时啊呢，咱有用啦吼，个念念嘛未歹啦吼，但是有较长小看。讲天地玄宗万气本君，光修万劫正悟神通，三界内外唯道独尊，体有金刚合应五心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包罗天地，拥育群生，受持万变，心有光明，三界示威，五地随应，万神调理，一宿雷霆，鬼妖送胆精怪妄形，内有魄力，雷神温明，动飞高铁，五气腾腾，金光烁现，福祸真人，急急如玉皇宫降入灵帖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吼、哦，啊，咱啊只要经典，吼、哦，只要经典，啊，咱都金光神咒了。经典一定是有金光神咒。啊，咱啊想要上经的时阵呢，先一定要静口、静心、静心、静三业。好、哦，这拢是吼、哦，咱讲再时啊吼，会再去上一部经，吼、哦、啊一部经，啊，咱就是爱心上，静口、静心、静心、静三业神咒。安尼，咱来去上这个经，吼、哦！啊，伫这个吼、哦，咱上经呢，吼、哦，不管讲前段好啦、香赞啦、水赞啦，这是一定爱的啦，吼、哦！好、哦，下再去呢，咱嘛是同款的吼、哦，啊，将这个经典，吼、哦，咱讲方向经地了，后祈求啥？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啦，吼、哦！这是吼、哦，咱第讲。七十五，和咱讲向上天，然后啊来求万民平安。过来呢，啊，就是咧讲到啊，最近然后新闻报纸啦，伫讲到这个啊风灾啦吼。但是这个风灾呢，应该吼不会说很严重啦吼。伊会伫环流伫边啊，有可能伫咱台湾本岛吼，会伫迄个好在西一个吼。啊，咱要讲起来讲，吼咱第五届。哦，就像恁讲第五号台风啦吼，啊，咱嘛用的用咱的真心靠求，吼、哦，咱的信心，吼、哦，改安尼化为海上去啦吼，啊，卖大家吼、哦，咱讲农作物的种甲呢吼，这辛苦，吼、哦，啊，拄着要丰，得要丰收啊，拄着得要收成啊，啊，才因为风灾呢，叫天收去，安尼是不是吼、哦？咱会感觉安怎？感觉哇，无采讲咱这几天啊，这几个月。啊，就讲一半年，吼、哦、啊，有的人呢，吼、哦，讲到七月都要到啊，吼、哦，鱼啊，当地钓的这个鱼啊，长顶管，啊，鱼啊钓的鱼啊长顶管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讲风那伤头，雨那落伤济，伊敢袂损失，嘛是会损失。今年啦，吼、哦，咱讲八月中秋，吼、哦，鱼啊。那当然啦吼，这是一种期待嘛吼。不管咱种什么，我国拢是一种期待。咱期待啥？期待丰收啦吼。今年的冷景呢吼，啊，咱讲较少，奶汁嘛较少啦吼。啊，今嘛来那个油啊，吼，啊，就讲风台，咱拢希望安怎？希望会当安尼吼，转为海面出去吼，啊，会当安尼
好，即届吼，这第五号风台，依然同款对咱台湾本岛吼，也是为咱这个世界吼当中无啥物大伤害，那是最好了吼。咱来讲吼，这个西王母，有人讲啊，今日冠军伫咱这个身份地位啦吼，身份地位是咱女性吼，咱嗲讲吼，身份伫咧。在讲到这个新的神格，咱在讲到这个神格，吼、哦，咱在讲太真西王母，吼、哦，也、啊、就是在讲到吼、哦，咱女神之领袖，天地间得道成仙的女神大龟，吼、哦，咱在讲西王母来，吼、哦、来掌管啦吼、哦。啊，较早在讲就讲吼，咱昆仑山妖敌有人认为啦吼、哦，啊，讲有时啊伊嘛走来玉山，吼、哦，有时啊吼大地，吼、哦。主要磁场较好的所在，母牛是居无定所啦吼，啊讲居无定所，但是耶历节日呢吼，就是讲农历七月十八圣诞，所以咱就讲吼，这个新州银川吼啊，在咧讲到这个母牛较早吼，伊的一部分的这个记录啦吼，其实讲九龄太庙孤山金庙呢，吼咱咧讲到这个太庙九宫吼龟台金庙。佛法西王母，那是西华寺庙，洞阴至尊。吼、哦，伫咱这道教呢，大拢知影吼、哦。咱呢，会当生化万物，吼、哦、啊，会当伫这个东王公甲西王母，吼、哦，咱讲吉阴吉阳啦，吼、哦，金木水火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讲这个较早吼，这别讲起，那要讲伊的所在，哦，这历史小可有记载。啊，但是呢，是真呐、啊、吼，还是说有考吼、哦，还是不可考？这咱嘛拢无了解啊。但是咱知影讲，王母那是吼啊，真悬的神格吼，嘛、哦、是伫咱这个万历吼道藏内底吼《搜、哦、神记》内底有关的西王母，而这个记载吼、哦，咱会去甲看哦，咱会去了解洞阴之极尊呐、啊、吼，伫、哦、咱这个道气凝集，暂退无为啦吼、哦，咱今日个。在这个生化万物，先以东华至今之气化而生，吼、哦、木工了后，这个木工的生意撇开之上，充灵之息，以主用，啊，所以讲主用何之气呢？利益东方，所以咱就讲这东王木工啦，有益西华至妙之气化，啊，而生金庙，啊，所以讲金庙生于银川，确实重视，人讲啊讲。咱这个银川缺性重视生而非常，然后就是讲生啊，伊就一旦安那一杯以助元液啊，所以讲现有一秒钟之中啦，分大多精，人讲顺精之气结成的结成，吼、哦，这个形啦，所以伊当然讲强力量气，吼、哦，这养育天地多君万物，柔顺之本为极阴之阳啦。威配西方，莫用棍品，天上天下三界十方，吼、哦，女主定身得道，含数一流。啊，所以讲所居昆仑之破，咱定讲凉风之温呐、啊，玉阳现代久战，左大摇敌啦，右环翠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伫这个花林观澜千湖摇机啦，吼、哦，玉白。吼，周穆王三十五年呢，命这个北顺，属这个西顺呐，吼，来到咱这个昆仑呐，吼，来靠近咱的西王母。啊，所以讲吼，王母就是咱的穆王，嘛要亲身来甲王母作寿啦。迄个时阵呢，王母呢以尧帝定恩，吼，支付庆终呢，九天神格以穆王宴于尧帝，第七月。啊，所以讲吼。人讲母尽蟠桃啦，讲母娘讲种这个蟠桃呢吼，有一千年、两千年、三千年啦吼，啊，所以人讲开花吼，结果甲会当食爱三千年，所以呢，咱讲着讲吼，蟠桃盛花吼，母娘唔敢讲这吼红利啦、亮利啦吼，已经呢来到这个人间啊，这久拢无倒转呢吼。啊！遐蟠桃生色，拢是咧等啥？等这世间的囡仔已经落来到咱这世间咯。啊，因为迷茫的荣华富贵啦吼，啊，都无想要转去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不能每一块圣瓜拢是差不多是啥？
拢是苦扛啦吼。啊，苦扛了后，伊嘛还阁落来拖，伊无落来拖，即个囡仔嘛还阁无啥想要转去啦吼。所以呢，伫咱即个武吉祥性性凡相处品第一来底面，伊就咧甲恁讲啥？甲恁讲武吉性表玉灵金，九六关灵刀下顶，六万春秋望金本啊！三千世界业尽深，无法慈悲亲显化，天开宏道度当临。三东六部即神书啦，五湖四海救元人，十方佛祖同拥护，九曜神真共七行，博物接风罗性格，披车带月染尘俗。意思就当个披星戴月，然后染这个俗尘呢，遍布诸行过苦海。普渡坤道出红尘，圣德无边弘慈济，万类同钦养圣灵。所以咱的啊，咧上咱的不计要对西方大圣金庙宝库来对面都大仁大圣大慈大悲。不计要地大圣西王金庙大天尊啊吼，所以咱今日有吼，咱的人讲十五教啊吼，过来呢后个月吼，就是咱雷山宝娘啊好啦吼，咱的要地西王金庙大天尊吼啊，咱圣修不但在，人讲在前面啦吼，过来对咱的三观三品三观地大地上元四福那么地观的来下罪。在我们这三元三品里面，我们知道地官下罪就是在做中原普渡，然后那中原普渡是台湾，如果只要是华夏，只要是我们五马政的，我们大陆也好，然后新加坡也好，都总有在拜这个中原，也有在做啥，做这个普渡的工作，也有在做这个超度的工作，我们超度七度九行，我们说度往中六界，还是讲回归要伫圣境，吼西方极乐，啊，这拢是啥？做好事啦，吼，好事报恩啊，这个慷慨，就是咱中原普渡，台湾省、台湾头甲台湾尾啦，吼，啊，那六月底人讲吼，啊，这老大爱开这个啥？开门，七月时啊，有个人就讲啊，这叫做鬼月，其实叫做慈悲月啦，吼，慈悲月。啊嘛是啥？嘛是叫做好事的月啦吼，好事月甲慈悲月啦吼。来今日十五，咱就甲讲到母娘的身，伊的这个吼，身，咱别讲母娘到底有多大，吼，她的伟大，还是说伊的身威，吼，伊的身格到底有多高？就唔免阁讲，无极界吼，只要是将吼昆州所有的女性神仙，拢会。不用西王母娘了吼。
唱一段，所收听一段。姚笛母娘，来咱母娘的新歌，咱就甲听一段啦吼。咱伫讲修道，爱心会当下书，道书吼。咱讲道书，啥物叫做道书？咱人诶吼啊，会当足简单诶，但是咱要甲用哦足复杂诶。哦，一点讲欲修道心灵下书，下书就是讲哦，不要多惹是非啦吼、哦，能够吼、哦、放，咱讲淡静道吼，啊那是讲一寡是是非非的啦，遐咱吼遐所有的这平常时啊啦，讲迄个无底啊落去的，讲别人的是非啦，听别人讲安怎啦，咱甲所有的精气神呐、啊，拢给藏伫一堆，拢伫藏伫。大人的心情，然后，所以我来讲吼，这个人如果常常给别人压力，哦，啊，你也看这个人来，你也感觉哦，压力做一个拢大起来。你不能带给人家快乐，也不能带给人家安定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呢，咱不但无在调，让咱家己快乐，你嘛会让你周遭的人痛苦。所以咱讲心爱下一挂啥？口舌是非啦，咱母娘讲的，口舌是非是上界严重的伤到咱人的道德，伤到咱人的口德。咱人讲一句话唔对，有可能爱弯弯足久的，爱解释足久的。你看，咱把这个宝贵的时间呢吼，拢藏藏是伫这个吼，因为咱讲的无再来去修养弯弯的话，这句话讲出来，敢那一支箭射出来，马加一汤水泼落地，佫收袂倒转来。所以咧，甲你讲吼，修道者心灵，人讲心灵下书，多书多转，无意初心呐、啊。人后安坐，内观心气。若觉一念起，必须地灭，勿令安静。其次又贪食，浮游乱想，亦爱自心去甲灭敌啦。讲昼夜勤行，随不退；含剑动心，不灭教心；但凝空心，不念自心；不依一法而心相助，然而凡心受境基础。咱讲初学一定爱呢，会晓知影吼，适停，就是讲该停的爱停吼。咱讲暂停凡事，气流交正，必退流焉。九九经书，风铃凋谢。伊也是咧讲啥？在讲着讲吼，咱人要做这样代志，唔通急躁。你急个躁会伤你的性。啊，咱人呢，生过了急性，咱的经书就较会混乱，对伤着咱的肺啦。伊讲欲定不求，吼、哦，咱人呢，如果若无法度心静落，求肺，你的肺要哪会当生？啊，肺若袂当生，啊，肺不用咱食地入仪嘛，吼、哦。像那讲这个肺，你若无再提起来用，吼、哦，食之若仪。所以讲，欲诸定肺，相味无极；欲定中念想，多感众邪。这个事实啊，啊，这都是咱不能甲恁讲的话语，一定唔是足深的，伊要甲恁教的，就是一种呢，互咱的。会当呢，足简单就去了解啊！但是咱要安那做，做会来无？做未来？咱即马来讲一个较简单啦吼。其实生命每一个人个体啦吼，但是活出来的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思维不一样，你的活法跟他的想法，你的做法跟他的做法都不一样。咱每一个人的灵来世间都有灵魂，但是灵魂。咱今日来讲啊，什么款的灵魂？咱的灵魂想要活出无同款，好、哦，要活出不一样的感受。今天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咱为什么今日哦来到这个吼、哦、啊因缘机会啊来听神佛的教化啊？因为咱想要成长，咱不是每一天的空荡吼，安尼安尼缓缓吼平平缓缓安尼过日子，因为咱的灵性。好、哦，现在讲咱有时啊，咱来讲吼，哎，咱的迷茫梦境哦，心性会带你去对大山头啦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梦境是因为什么款的触动？是因为咱的灵性。
啊，这个灵性会去接触啥？会去接触咱的神，神跟咱有缘。所以有的人会讲，我也听到这个节目吼，足奇怪呢，是因为吼无聊啦，个个背背背背背背背，常常听到感觉很契合，感觉听到家己感觉很契合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啊，为什么咱的契合？恁平平，咱爱听灵歌唱歌，为什么咱这么听？啊，你讲这千百千百道理，你感觉讲很契合，你会很有什么样？你会很有欢喜心，这就叫做灵性。灵性就是在咱内底这个内在的想法，这个就是啥？咱要画出无同款的感受，啊，就是咱家己的灵性已经呢有往善的这个方面走，所以他会帮你找，伊会帮你找文书，会帮你找主，伊会帮你找庙，啊，也会帮你找神友，也会帮你找真济吼志同道合的。所以讲吼，生命是伊个内在的灵性，伊会替咱到安排呢。好，你唔是讲吼啊，咱个人安尼戆戆活着，到有一天呢，咱的灵性会醒。但你灵性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性在吸收好的养分，伊家己就会听。听到尾，伊妈安怎？伊妈会甲你引呐，甲你带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节目？今天为什么要听神佛教化？为什么咱唔去唱歌？为什么咱唔去跳舞？为什么咱今嘛干那要来行庙？吼，还是要来做义工？要来做好事？因为我们的灵魂想活出不一样，好不一样。我们的灵性已经在吸收养分，生命是建立在你提升。自己的灵体体质，所以今天呢，吼、哦，咱在讲，咱的灵体，咱想要亲近神地识，吼、哦，啊，亲近神地识，啊，足侪同伴呢，有些会甲你赖一挂吼、哦、好的节目啦，还是讲赖一挂好的，互咱看。我们为什么要去看？因为元神喜欢，咱本来呢，哦，真爱圣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呢。到尾你听这个吼节目也好，听先生的教育也好，还是倒一个老师咧讲的这个节目呢？听这个音声咧，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啊，一直咧堆叠你先天的心灵啊，心灵呢吼，它也会吼、哦、让你有所感觉啊。所以讲吼，咱希望咱来当画出一个不同款的思维，嘛当听出一点点啊先天的心灵的音，诶，这个声音，毛咱家己呢吼、哦、心灵内在来得到力量。会越来越好。咱做任何事都有动机啦。好、哦，甲咱发心呢，咱要哪去？好、哦，咱定讲调整信念，改变观念。咱会当调整信念，改变观念。如果多花点时间啦、啊，做一些利人利己的事，我嘛是同款。随着咱的心念的改变哦，啊，愈来就会愈顺利。为什么咱人会产生着这个忧郁压力？为什么是咱的灵要不带动，要不带你去一个真好的所在去结缘，要未去让你听到真透棒的节目？所以你今麦很空虚，你今麦呢一个头壳呢，到底唔知道要安放在哪里？你没有一个好、哦、能够依靠的信念，你无一个依靠的所在，所以咱想要去做，因为咱好、哦、有一个好、哦、潜在力量在里面，生命。好、哦、是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好、哦、连咱家己呢，都无都咱条生命，你若建立讲吼，咱家己呢无信任家己的话，那谁也没有办法来帮助你。所以讲，生命的力量是建立在咱家己的本位，你的信任本位，你自己的价值观的本位，信念存在的价值，你才能够有力量，而且为着要相骗。啊，咱呢，吼、哦，要去做一挂吼、哦，咱唔对的代志，有足侪人啦，为着要吼、哦、闪躲啊压力，有足侪人吼、哦，就是无爱压力啦，反正一点压力我都挡袂掉。啊，我要闪闪躲躲，闪闪躲躲，你就关在家里啊，因为咱袂记哩啊，咱袂记咱存在的价值是啥，咱嘛袂记哩讲，咱有一个内在的力量还没有启发，那个内在的力量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灵性。灵性它吸收很多的善知识，也就是我们精神的养分。咱两个人肉体爱吃物件，身体才会用啊，爱吃什么来保养咱精气神才会好。咱三魂七魄，咱家己的灵性，
咱的角低，我们的灵性觉知，你也是要想要有养分，你要善知识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咱来讲啊，听到这感觉真用心，你也足欢喜，是安怎？是咱的肉体的欢喜吗？不是，是咱的灵性，他需要，好、哦，他需要有这一份的，好，因为感觉有一个精神上的挖苦，伊要挖出一个吼，但讲甲人无同款。这个灵源的源神呢，伊嘛是吼，啊，咱讲上天给咱的，啊，既然是上天给咱的，伊今嘛已经吼知影，他就会带领我们这个肉体呢，去寻找好的道场，寻找好的节目，寻找好的啊，只要你也去改变观念、调整信念，也去发心去做一挂好代志，你的力量吼、哦，你在做任何事的动机跟发心，你都是因为有灵性的牵引。所以人家讲吼，咱人的这条元神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伊呢，你呐只要，甲伊已经有合体的时阵，那么呢，吼、哦，咱伫个这个灵性吼、哦，会甲咱吼提升啦吼，互咱家己本身的这个神地性甲性性，人讲啊，咱的行为造作啦，种种所有的一切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咱有这个先天哦，啊，所以人讲是啥物来做来做好代志，是咱的先天，因为咱的肉体是一种哦，啊，咱讲无神经的啦，吼、哦，佮念会听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那个拍，吼、哦，伊嘛会听，会艰苦，问题艰苦病痛拢会，唔过咱人诶，诶，这个觉知良能，吼、哦，伫宇宙内底，诶，这个实相内底，当然就是你的灵性。你的灵的磁场，你的能量决定，吼、哦，你以后，吼、哦，啊嘛，你的灵呢，买决定你的性格啦，买决定你的命运。咱决定了，咱家己后边要做影响的所有一切，就是不争的事实啦。人讲物，甲咱人呢，吼、哦，产生吼、哦、一种相应。人是唯一可以透过思考来改变一切事物啦，吼、哦，也就是咧讲的。人是时间的顿悟甲了悟，啊，有某一个人呢吼，较早都安怎，啊，即马奈安怎？因为一个人的器官原理啊开始咧做的时阵，他全部会有改变，因为由于顿悟回归生命的本质，啊，所以咱定感觉，做好，真正有好的报应，是呢，因为。咱的上天来给你接轨啦，上天来去给你接好的能量，它会让你往善的这一方面走。你已经把压力去除了，你把所有一切负面都去除了，你所有一切都是走在正当轨道上面，所觉得当人虽然是苦差事，但是到尾啊，你会感觉喏，反而你会感觉讲哦。原来有这个人的肉体，咱也够吼，也够会当做足侪代志。人类呢，吼、哦，有时阵呢，咱定咧甲咱家己吼、哦，要安怎甲，吼、哦，无尊严的时阵，咱活到强要放弃的时阵，因为咱这个灵来牵引，因为神地色的栽培，因为母牛，啊，因为神圣，吼、哦，对这个灵，一种啥，吼、哦，一种教育，灵性至高可以形成成现，所以咱来把握今生，修得正果呢。啊，所以讲神佛母娘对咱这所有的灵力红路的寄托、寄望，拢是同款啦吼。所以母娘无偏心啦，不管讲你今日个，好、哦、你是吼、哦、来到这个世间生做安怎，伊拢无管。伊了解的就是讲，这条灵性是上天元天落来，不管你经过千世万世轮回啦，来到这个六道，来到这，你是不是还过这点灵苗无去打牙摆正？你无去有花去，我听讲灵根无去有花去，你拢有机会啦。所以每天听讲吼，讲我等于讲一点钟啦，你啥物拢听，头前听无，中午听无，拢无要紧。但是你只要一句话听有，一句话听有，我感觉这句话我会当个提来日常生活用，你就是可以保留好、哦、咱人生年龄好、哦、最好的一个什么？增上缘，上无啦！我听这句听有，这句是善的能量，我能够由这个地方来做起。所以讲，生活不离修行，修心养性不离生活嘛。那每一天安尼做，人生
哎，修行境界唔免足悬诶。李祖嘛，那个人讲，守本分就是真功德。如果咱今啊还没有顿悟，我们现在回归，好、哦、在生命当中的本质跟一般人都一样，但是我们要提升，好、哦，要换一个好，较无同款呢，啊，你就会去觉得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觉得哈、哦，我很幸福呢。你为什么幸福？你讲压力淡掉去啊，甲一寡较早有诶。无好的负能量，甲人交杯爱啉烧酒来跋筊，即个全部拢失去，拢放掉去啊！你兼应付一寡朋友，啊，你就加出来时间。你兼应付一寡吼酒吧朋友啊，啉烧酒的朋友、跋筊的朋友，那你就加一丝仔时间来用功啊嘛！啊，你加一丝仔时间来用功，信念就会创造实相啊嘛！因为你吹掉啊嘛，因为你的能量决定你往后。所走的路嘛，所以在这咱常去讲吼，经历当中要怎去实现，是人的实现呐。咱神佛的力量是很大，但是咱家己也不要小看自己。你要那探讨吼，伫人事物内底，你免用心善的眼光去看别人啊，看别人安怎去成就，你拢免去用心善的眼光去看。咱呢爱时时检点咱家己，咱有认真过无？咱有努力无？我们忘记当时候，我们把人的尊严都全部抛掉，现在要把尊严找回来。你要寄予好、哦、一种什么信念？安尼呢？你唔只未去有母娘，人讲要甲你看，吼、哦，还是只心性，你有缘的心性，吼、哦，要甲你救，唔只有机会让咱长大，那唔只有机会好大汉。像人生内底面吼、哦，有四项吼、哦，四项工课啦，就是讲你爱学要改变嘛，学要适应啦，吼、哦，要改变家己的脾气毛病，爱学要适应即个目前你所遇到的环境，买学要你不要咧去包容，吼、哦，你一切所有你无愿意的，那你看到了你不喜欢的，你要怎么包容？但是你还有一些吼、哦，你没有办法放弃的恩怨，好啊，够一寡，好、哦、你感觉讲，好你心肝底真歹过的这个代志，你咪那是先去给放弃它，改变、适应、包容、放弃。如果你做到了，就证明你已经接近你已经是转，能够转型成功了哈、哦，接近成功。如果哦你没有去改变，那谁也改变不了你了。啊，你唔去适应，那你。是要安怎吼？吼，要安怎会当吼咱的好歹的代志变成好的代志？吼，所以讲吼，环境不管是什么款的环境啦，咱每一个人呢，拢总是有注定吼，啊，恁有想要去改变，有想要去适应，有想要去甲包容，有想要讲无好的代志，想要去放弃，这个拢是动机的问题啦。好，如果咱心灵呐富有。所以为什么我活着会很累？好，为什么我会痛苦？为什么我会怎样？为什么我会怎样？啊，其实人的本能啊，好，他的目的用在正当，而不是好，只有哈一直埋怨啊。所以讲，你呐，家己的这个哈正途用在正当方面，我看咱世间人呢，真正，咱人不但呢哈，未好去招惹。痛苦，因为生活的问题啦，吼，有足济足济出问题，但是呢，吼，咱爱有法度呢，吼，真心啦，吼，还去甲思考一下，吼，咱要安怎思考，要安怎做，那用一寡时间小想一下，我相信讲，咱的道亲好朋友啦，吼，路虽然走偏了，可以把它走正，吼，虽然。以前呢是在那边原地踏步，但是我们现在认清方向了，可以减短很多时间呢，可以缩短很多时间，也不用再走冤枉路了哈。所以有时咱讲，生活一直这个普法教育来底面呢，最主要是会当予咱啥，会当予咱找到真正的客观，啊，那个客观就是啥，心灵的力量。心灵的力量是你自己的，也就是母娘赐给你的目标和渴望，你说是不是呢？
陈仁必生讲呢吼啊，咱每一个吼、哦、拜六吼、哦，咱讲共修有真侪孙伢子吼，当来共修啦，嘛就非常欢迎。那啊，过来就是讲吼、哦，咱即马咧筹备吼、哦、啊，七月二三、二四、二五，咱十七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八吼、哦，就是咱对于雷山老母十二日讲吼，啊咱会甲吼啊咱雷山母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加咱伫十五即天，啊，就是咱的中原地官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地官大帝，哦，加咱王母娘娘，吼、哦，这个七月十八，诶，这个圣寿宝诞，吼、哦，这三天拢是大科仪啦，大科仪，所以呢，啊，咱都是两天拢做天的工课，啊，做天的工课。好、哦，阿妈就爱上表啦吼，爱个上表上庭。咱即个这秋季法会，到底咱要上的是什么款的经卷，什么款的经文？咱要做的，吼、哦，是咧做啥？啊，做咱讲九元七祖，哦，咱讲做公妈的孝顺报恩。内底面一个这个多房英灵地基主，啊，个人的完亲了愿，还是讲因果业债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要去做一下吼，啊，咱讲。有的人讲和解啦，和解啦，和解因果。好、哦，咱要做的所有这项目，吼、哦，拢一定要停表上文呐，停表上文。啊，所以过来就是咧讲着吼，啊，道亲啦，有时间啦，要当个做义工啦，熬莲花啦，熬发波衣啦，吼、哦，这拢有诶，外口需要这拢咱提灯咧倒做啦，吼、哦，真的非常感恩。好、哦，啊，咱诶这个吼，啊。秋季法会啊，第十七、十八，哈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过来天呢上完，过来我休困两天、三天，好、哦，啊，就开始拜五拜了，礼拜二、农历的二三、二四、二五，好、哦，这三天呢，咱就做这个秋季法会，好、哦，阿南马西，好、哦，但讲要来占卜啦，哈、哦，甲母牛占卜啦，还是要来参加。好、哦，咱来讲，地基主的回向，也是讲做这个功德，吼、哦、啊，好，咱的祖先啦，吼、哦，也是咱有这个初亡的、初往的，拄当啊，肉体下辈，啊，未三年的，拄当啊，拄好一年，啊，未到对年的，这种啊，咱拢会当做啥？会当做功德给伊，因咱人的肉体要下辈，绝对有经过真侪苦楚，吼、哦，伊才有法度断开啦，吼、哦。艰苦病痛的啦，还是讲，还是意外创伤，这拢是苦啦吼。所以咱就做个水火连刀，阿毛做这个吼，咱讲有王保产，有树保产，好安尼呢，用这呢吼莲花化身，好咱这所谓灵体一旦清净，好无痛苦，做这个有产做个功夫啦吼，过来做这个水火连刀，好阿咱。慈林必生讲啊，咱每一届所做的这个发挥，有时啊，咱的铺伫这个网络做直播啊，是啥？咱有看到的北部的、南部的吼，拢有看过慈林必生讲所做的法会，真的与众不同了吼。啊，咱若要参加，咱直接打电话五九一六空四五啊，对，各有事在忙讲啊，阮在劳动呢，啊，阮要参加，啊，阮也无一块手印要安怎？足简单的吼。咱地手印就是讲，你参加的就是要参加救援去做，还是讲内底有多棒的英灵啥？吼，你要参加报恩人，爱地手印，你就甲地底黄色诶、粉红啊色的，你去提粉红啊色的纸，名甲写伫顶管，吼，啊你名，吼写咧，啊我才知影迄个手印是要创啥，啊手印甲地咧，安尼。你用个寄过来，寄手印过来，阮都会甲你用伫这个功德牌顶管，将你的手印。哦，甲你加起来，伫这个功德牌顶悬，就等于如同你对手印同款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啊，你要做个人的完成祭祖，啊，就和迄个个人的完成祭祖，迄、那个名下面那个对手印，安尼啊，你用啥、啊？用邮戳把它哦，咱讲寄去邮局个，甲迄个啥寄过来就好啊。啊，有的讲我搁较简单嘞，我用传真机对手印对用传真机传过来，会使无？会，因咱的手印吼。哦是绝对无人有法度甲你模仿的，这是上天给咱的每一个手份拢无同款，记载的份拢无同款，所以咱参加，吼、哦，你要参加，你拢该写写咧，但地址、姓名要参加项目，讲哦清楚，报恩人是谁，吼、哦，囡仔呐，吼、哦，难讲安尼，艰苦病痛、怕有气的囡仔嘛是会使做啥，病业完成祭祖，吼、哦，做病业的，吼、哦，这种的功德回向，咱嘛同款的，当会得手印，直接用传真机传过来。五九一七
5-9-1-7-5-4-5-5-8-4-5-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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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五，外观起来给空哦。啊，咱若讲要用邮差吼，啊，咱就去邮局，手印短短直接甲寄过来就好啊。好，用粉红色的吼，咱用粉红色的单，啊，甲对手印就会使安尼。那以上这是咱即个这秋季花卉然后。此等必成功呢，吼！福电话五九一六空四五。那咱那是有爱香品啊，香香款素茶、贡巴、小盘香、普灵灯啦，咱直接卡电话啦，吼！五九一六空四五，五九一六零四五外关区吼。啊，咱的道亲呢，咱拢会当吼来利用，然后利用的时候，咱的这个啊，咱电话啊，对当吼，甲这个香品然后啊。寄到府上，吼，你用咱的这个吼，啊，咱讲货到货款也可以，然后啊，咱老师要服务了，唔免客气，然后慈联必胜宫的服务电话，咱拢会当来个利用。有时候啦，老师要吼，没想给你做服务啦，你电话做你直接卡过来安尼。啊嘛，感谢吼，咱一挂孙阿叔姐，然后对咱的节目的支持加爱护，然后啊，咱唔只是吼啊，咱的节目吼，咱嘛希望啊呐。希望大家啊，拢会当修补安尼。咱定讲吼，咱若要突破自我的心灵挣扎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吼安尼，吼、哦，咱讲大生理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一个小生理人，吼、哦，意思就讲吼，两个同事啦，吼，两个同事，吼、哦，甲真紧就成为吼、哦、一个大生理人，这个乙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，咱讲这个业绩呢，是安怎讲？平平拢待伫一间公司呢，为什么伊个业人迄个业绩做了较好，啊，伊个业绩呢做了较歹？吼、哦，业务员变变业务员，人伊我都升干吼，人讲部门个经理，啊，伊要去做一个业务员，而且吼、哦，这个甲甲乙呢，吼、哦，两个人拢心里面吼、哦，拢不是很平衡啦、啊、吼，乙、哦、心里面不平衡，拢讲甲对。一对甲心里面不平衡，伊就去庙内啦，找人就问啦吼。伊讲问心明相助，还是讲吼，甲这个吼出家人呢，伊就甲问啊。伊讲吼，啊是安怎病病一间公司啊，同款是做个工课啊，物件嘛拢同款，为什么呢？伊会比我较有成就啦吼。啊，迄甲已经吼升起来吼。做部门的诶，这个吼、哦、主管啊呢，啊我已经三年，我赶快了，搁咧做啥？赶快了，搁咧做这个业务啦吼。啊，三年搁过去啊，伊就去问伊就去问这个啥？去问吼、哦、这个和尚，和尚讲吼、哦，嗯，啊我嘛是，啊我嘛是为普通的和尚吼，安尼起码呢，吼甲先为方丈，我家己呢，吼、哦、我们都是自己，你是谁？我们都为自己活啦。吼、哦，咱讲咱家己的责任嘛。吼、哦，为什么人别人会当生？为啥你袂当生？吼、哦，啊，你今日你痛苦，吼、哦，你是为食咧活咧？为什么你为食咧活？因为你拢看食，食若生，看你就艰苦，你就安尼吼安尼，感觉安尼袂舒适。伊讲啊，你是为食咧活，你家己呢？吼、哦，唔是为着你家己咧活，因为你就是在看别人，你没有为自己。你把你自己丢掉了，吼、哦！伊安尼甲讲啊，你讲你已经甲你家己判见了呢，你的目睭拢是咧看，拢是咧看别人的成就，你已经甲你家己判见了。一年后伊过来幸灾乐祸的讲，和尚你不对哦，吼、哦！迄、那个甲吼，较早吼公司甲升做经理，啊，到尾啊钱赚足济，伊怎啊家己出去开吼？哎、哦，无偌久吼伊破产呢，吼、哦！安尼你讲伊的成就？啊！伊即马目前破产伫红关呢，啊！这和尚就点点心肝底，吼、哦，就讲啊，伊讲伊伫红关哦，伊破产啊，吼、哦！啊！你即马嘛是咧幸灾乐祸就对啦，但是吼、哦，我也是感觉你是一个可怜的人，因为你目睭拢在想伊啊，到底伊是成就，吼、哦！
啊，是讲即马落败啊，啊是讲失败去红归啦吼。但是呢，这个去红归啊，这个十年后，这个家的建议来对弧形吼，伊写一本册，足轰动的，成为畅销的册。这个家减刑了后呢，会出来吼，见了这个记者。签书会，哇，成为无限风光的人，伫电视啦吼，足济足济人，诶，底下你甲看伊的这个吼，伊的这个吼，啊，咱讲演讲，啊，这个花生就发短信呢吼，和这个伊啊，伊讲你相信命运了吗？假坐牢出来了，吼，他还是照样很风光呢吼，为什么？伊讲你一世人把自己弄丢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你可能一路看别人畅通，你心里面愤愤不平；看到别人失意落魄，你又会沾沾自喜。啊，你别人做好做坏，你又没有什么关系，又不关你的事。你需要做的只有你自己。为什么你老是在问别人的事？哎，讲这个人去用关嘛，因为关到幸灾乐祸，啊，人出来佫出名，嗯，奇怪，伊用关关到我都出车啊呢。啊，这就讲一个人，你要怎么样成就，是要看你自己，不是看别人成就失败。你咧笑迄个人，你咧奋斗迄个人成功，啊嘛咧笑迄个人失败。所以这个出家人就甲讲啊，伊讲你已经把你自己搞丢了，你没有你自己的思想观，你一直都是在看别人生活，你自己都忘记你自己要怎么生活。这就是讲咱人爱注意啦吼。好坏都是别人的事，你自己要靠你自己成就。然后来今天这部我们就做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